吵死了！谁调的闹钟？是我。没走啊？衣服穿好，吃早餐了。干什么？早餐不会吃啊？怎么火这么大的？果酱草莓还是蓝莓？草莓。不是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你负我了。这家伙怎么突然变得跟他哥一样？关于昨晚的事，我知道。我只说两句，你听完再走也不迟。嗯，那你最好快点，我待会儿还得回公司开晨会呢。好，你听清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你交往。好了，我讲完了。回答。说什么呀？喂，我要对你负责。谁让你负责？你个小屁孩，装什么大猪蹄子？我陆清武，还没堕落到要一个小鬼同情的地步。我不是在同情你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好像不是。我谢谢你啊，勉强自己跟讨厌的人在一起，你可真伟大。也没到讨厌的地步吧，一半一半吧。嗯，现在的我虽然跟你没有产生多么深厚的感情，因为从第一天认识的时候，你做的事就是在我的雷区疯狂试探，而且每次都让我抓狂。我倒想问问你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我当然喜欢你啊，不然做。但这跟交往是两码事。你给我起来，起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恢复陌生人的状态。别再来找我了。不是你，你给我等着。